当你醒来，我的月儿还在，一声问候两种语态，莫宁爱的苦耐，春风卷起你的裙摆，落叶在我的窗台，两个季节一样感慨，隔着赤道的爱，你我越过高山大海，和爱一起飞，你在未来，我在现在，牛郎织女的等待，梦与现实一起袭来。黑子啊，夏一楠，总经理，你准备一下，股市那边出了点状况，你跟我出去一趟。是。半条命都快没了，哎呀，我真服了你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服了，我彻底服了，你就给我丢人吧。哎，走。雕虫小技，难不倒我。哎，好好，啊，这个让我来，我开飞机不行，开这个我可拿手了。怎么的？你不晕了？我已经完全好了。这玩意儿跟开汽车是一个道理。那你要不晕的话，咱比比，看谁快。好啊好啊，来比赛吧。那赌点什么呢？谁要输了，
今天野炊的柴火谁负责捡？行，黑子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说话算话啊！来，吴姐，开始了啊！啊，收紧喽。 来，把你的心打开，来，跟着爱的节拍，来，蔚蓝色的大海，替代你和我的未来。心打开，别拒绝我的表白 ，Say goodbye， 向这伤害说拜拜。猜一猜，属于我们的精彩，去追，我不愿意再等待。 让我们从此自由的爱，让我们来自由的爱 ，Go go go， 跟我一起来，让我抱着你，我们奔向未来。Go go go， 跟我一起来，天大的烦恼我们全部抛开。 Go go go， 跟我一起来，敞开心扉，然后我们就乐开怀。Go go go， 跟我一起来，你的心思别总让我来猜。简单爱也坦白，跟着我一起来，要爱就爱，让我们自由自在。简单爱。 喂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要是离我远点儿，哎，这到时候的晚餐啊，都让你给放跑了。我明明看到鱼漂动了呀，没钓到呀，一定是你技术不行。不是鱼漂动了就有鱼咬钩。你呢，在这儿啊，我肯定钓不着鱼了。你们捡柴火去吧，啊，等着我的胜利果实。哥，你技术不行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你别闹了。 刚才比赛前可说好了啊，谁输谁去捡柴火。黑子，啊，赶紧的，你俩想赖账呢？哦，哥，我知道你想跟美媛姐单独相处。妹妹，我懂事儿，我带着黑子走了，你呀跟美媛姐慢慢聊吧。哎，好好。美媛姐，你陪我哥待会儿。黑子，我们走。
好大一条，比刚才那条还大。 应该没问题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怎么就俩帐篷啊？对啊，两个帐篷，那怎么睡啊？你跟好好，我跟黑子。啊，是啊，难道美媛姐不喜欢跟我睡一个帐篷？哦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哟，美媛姐害羞了。其实对于一个徒步队员来说。 减轻行李啊，是非常关键的，条件可能艰苦一点，您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会介意了。可是我从来不跟男人睡觉。啊？你从来都不跟男人睡觉？那你都跟谁睡觉的？说，老实交代清楚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哎呀，你又瞎猜了。什么我瞎猜呀？你说清楚。哎，我都说了，真的没有。给我站住！ 非要我怎么跟你说呀？哎呀，这黑子遇上好好啊，算是他倒霉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好好真的挺可爱的。这风景怎么样？青山绿水，一切都那么平静，感觉人好像也轻松了很多。 这公司竞标的事儿啊，把我们都弄太紧张了。公司爸爸，就好像是我有很大的责任。今天不想什么责任，也别想公司的事儿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烧烤。我怎么帮你啊？ 黑子，黑子，你没事吧？你疼不疼啊？哎呀，全怪我跑得太快了。来，我来背你。来，傻瓜，逗你玩呢。啊？ 别动，黑子，让我抱一会儿。黑子，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那么关心我，不要我一说什么你就相信，好吗？哎呀，好好，我不相信你，我相信谁啊？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。 好好，我黑子在这儿发誓，我这一辈子只爱古海一个人，此情不渝。谁让你发誓了？傻瓜，我要是骗你的，你可怎么办啊？你骗我？说你傻，你还真傻，我逗你玩的。 真是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也许啊，老哥还嫌我们回去太早呢。我在想，如果咱们俩能在一块儿，你哥能跟美媛在一块儿，那该多好。 烤的还真不赖啊！你看我这，不是太生了吧，就是烤焦了。<笑>
想什么呢？笑成这样。我想起了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。第一次啊？哎，那你们第一次见面有什么故事吗？快点说嘛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积极。哼，我不理你。美人姐，你快告诉我嘛。我第一次见你哥的时候，差点以为他是烤肉师傅。什么？第一次我们见面是在一个酒会上，你哥，堂堂天使智毅集团的总经理，居然在做烤肉师傅的学徒。是吗，哥？那你什么时候变成学徒了？有妹妹那么笑哥哥的吗？哎，那你自己敢做还不敢承认啊？黑子，我要吃鱼。这烤焦了，估计熟了。快点！哎，你们看这儿的夜空，这儿的夜空真美。对啊，星星就好像是在眼前，一伸手就可以碰得到。我小的时候就爱登山，因为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很美很美的星星。现在要是有一瓶红酒就好了。你还真的带了。来，干杯。干。干。难得这么清静，黑子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真不适合做生意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我觉得吧，为了你爸，为了你家人，你应该努力。你比我难。说真的，我能认识你们，真的是我的幸运。尤其是浩浩对我这么好。美人姐，我睡不着，我们来聊天吧。浩浩，你是不是喜欢黑子啊？为什么叹气啊？美媛姐，我过几天就要回法国了。是陪你爸爸回法国吗？我回法国其实是和一个叫哈里斯的人去结婚。什么？你去结婚？是的。我本来想告诉黑子，可是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我走了以后，他肯定会问我去哪儿。你就让他忘了我，就当是误会一场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你跟黑子，你们才是相爱的呀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误会。美媛姐，你一定要帮我呀！
你知道吗？在我心中，你就是我的亲姐姐。美媛姐，我跟你在一块儿，我觉得好开心。是，我也很喜欢跟你在一起。其实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你和我哥是最般配的。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做我的嫂子。这种话不能乱说的。我是认真的。可惜，我跟你哥，我们是竞争对手。唉，为什么人生都是这个样子的呢？其实好。白小姨，什么？我爸病情加重了，我知道，我这就赶回来。小姨，阿杰，你们来了。我爸他，阿姐，你爸情况稳定了，刚睡着，你们放心吧，啊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没事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小姨，今天晚上我陪他，你跟浩浩回家去啊。对呀，小姨，您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没事的，你们俩明天还各有各的事呢。还是你们回去吧，我在这儿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回吧，啊，回去回去。那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放心，没事，放心了啊。喂，喂，美媛，古杰，我正想给你发消息呢，你爸爸怎么样了？啊，他没事儿，都已经休息了。你放心，没事就好。你累了吧？快点回家休息吧。好，回头联系。嗯，好，晚安。拜拜。走吧。丽娜，啊，我今天工作日程是什么？好，那你把文件发到我电脑里。嗯，待会公司见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，这么来骗我？阿杰，你爸爸这样不也是为了你吗？你跟飞天公司的那个女经理走得那么近，这样对公司不好。你别跟我说这个。你们那么做的话，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们？这样做呢，是有点欠妥当，可是你也要理解你爸爸的一番苦心嘛。你爸爸他现在身体不太好，你要多体谅他。阿杰，你这么急着跑回来，不就证明你心里惦记着你爸爸吗？你这孩子呀，心里什么都有，就是嘴倔。好了好了，快去上班吧。听小姨的，你爸爸这边有我呢，别多想了啊，去吧。季浩伟跟我斗，
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可烦了。哥，你帮我出出主意嘛。你又嘟囔啥呢？你抽什么风呢？怎么办嘛？爸爸今天又说了，他让我准备准备，这两天跟他回法国去。那你就回呗，反正你在这也没什么事儿。你怎么这样啊？难道我一点忙都没有帮过你吗？你帮我什么？你不帮我倒忙就好了。去你的！难道你和美媛姐不是我撮合的呀？我就是不想回去，回去就要谈论婚事了。那就谈呗，反正你早晚都要嫁人的。你是我哥哥吗？怎么一点都不维护我？我要是回去了，黑子他怎么办呢？你还说，我可提醒过你啊，明知道自己要嫁人了，还去招黑子，现在好了，没法收场了吧？知道自己会真的喜欢他了吗？黑子，啊，浩浩昨天夜里给我打电话，说今天有急事找我，我刚好今天没课，我就过来了。被我爸说了，可能情绪不好，你多担待点。没事，他那大小姐脾气，我早习惯了。要不你进屋吧。不进去了。那行，你在这儿等他，我走了，回头联系。行。好好，你怎么了？我想去西湖边坐坐，你把车开到那边吧。哦。怎么搞的？想到办法没有？正在想修呢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电脑全部关机。快把电脑全部关机！把电脑全部关机了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吴总，我们公司的电脑全部中毒了，电脑工程师正在解决。详细情况一会儿才能知道。总经理，您过来看。季浩伟，这怎么回事？
还没有打开电脑吧？还没啊。你什么事这么紧张啊？那就好，我们的电脑又中毒了。又中毒了？我已经叫网络工程师去看了。啊，你怎么又不高兴了？怎么了？黑子，停车。啊？怎么了？你下车，我要开你的车。你？我这车太破，你开不了。是吗？我就不信这个邪。我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，我怕偷，所以我改装过。真的？那行，如果你真要开的话，那我坐你边上教你。我开车还要你教啊？我就不相信了，什么车这么了不起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连飞机都会开，这破吉普算什么？下车。下车。哎，浩浩，浩浩，停车！浩浩，停车！浩浩，查出来了，查出来了，病毒是一封电子邮件，从哪儿发出来的？是从霹雳神鹰集团季总那里。天哪，这交给你了，大伙辛苦一点，我出去的。好的，好的。黑子，黑子，你来搞什么呢？浩浩在哪儿呢？他怎么样了？还在里面呢。好好呢，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有我就好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嘛？好好进了医院，我能不着急啊？好好情况怎么样啊？大夫啊，我妹妹怎么样了？正在处理，小腿骨折，问题不大，你们放心吧。骨折呀，这得多长时间才能好啊？用不了多久，一个月吧。啊。哎呀，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嘛？搞出这么大的事儿来！对不起，小姨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当时不应该让他自己开车的。如果我坚持一下的话，我想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好了，黑子，我知道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。哎，好好，哥，小姨，好好，你怎么样了？疼不疼啊？没事，你们都来了。黑子，那什么破车啊？我越刹车，他越往前；我要往左，他偏往右。好，都什么样了，还不安静？美人，怎么找我有急事？我们公司的电脑全瘫痪了，病毒来源是季浩伟他们那儿的。这季浩伟他们想干什么呀？霹雳声音也在跟你们作对。也在。你的意思是，他？我也说不清楚。还记得我们上次办展览会的事吗？记得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爸爸找人调查过了，是霹雳声音做的，可能跟季浩伟有关。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哎，季浩伟不是跟你挺好的吗？他跟我们公司是不错，可是很多事情不能以表面判断。那你觉得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。
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再大意了。他们已经看到我们的想法，都看到我们心态急了。嗯，谢谢你的提醒啊。哎，你爸爸怎么样了？别提他了，装病骗我。装病？他是不是反对我们来往啊？ 好好怎么样？回家了，开心点没？你不提我差点忘了，这大小姐乱开车把腿弄伤了，你找时间去看看她，她觉得你现在可亲了，跟她亲解释。那是因为你平时不够关心她。我还关心的少，我都不知道拿她该怎么办了。你们这些女孩啊，真让人头疼。呀，我觉得饿了，陪我吃点东西去吧。 最近公司有些麻烦吧，别急，后面还有好瞧的。难道是冲着我来的？你就惹事儿吧，不招点麻烦你就不痛快。哥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都这样了。 你不来安慰我，反倒数落起我来了。我还没良心，工作这么忙，还得来看你，你就知足吧你。那是不是还要我谢谢你啊？对了，哥，黑子呢？他今天没来看我，你知道他干嘛去了？黑子今天要参加培训班的结业考试，说的考完就来看你。 我还以为这个家伙怕我要他赔偿，不敢来了呢。我知道了。啊，你检查一下公司的电脑，千万别中病毒了。好，再见。里面呢？好好，我来看你了，美媛姐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还好吧？脚还痛不痛了？ 好多了，早就不痛了。要不是医生不让我下床，我早就起来了。你不能下床，你的腿现在需要静养，伤筋动骨可是要一百天哦。一百天啊！太好了，我可以在这待上一百天了。啊，哥，美媛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休息了，你们还是出去说悄悄话吧。千万别打扰我哦。 好好休息啊。嗯。你们公司怎么样？还要多谢你提醒，处理的及时，算是逃过这一劫了。那就不错了，我们公司可没你们走运，电脑全中毒了。小梅说我们也收到了带病毒的邮件。 全都是你的眼睛，缘分过尽千帆，只有你最浓。想问你的心中是否有我？想着你的笑，想着你的。
着你的每一秒，无处可逃。